郭碧婷妹妹正脸照曝光，颜值不输姐姐，正脸还迪丽热巴。说起郭碧婷，相信大家应该是不会陌生，毕竟她的男朋友可是向佐，估计她名字很多人都知道，就算大家不认识她，但是肯定是认识她爸爸的。她爸爸是谁我们就不说了，因为这来头可真的不小啊。相信大家和我一样，只看到过郭碧婷，都知道她是娱乐圈里面大美女。其实告诉大家，她家里远远不止这些大美女，因为她的妹妹颜值也是非常高，和姐姐都差不多，唯一不一样的就是没有姐姐这么有名气，还有就是和姐姐一样找到一个这么帅气和有钱的男朋友。前段时间就在网上看到郭碧婷妹妹正脸照曝光，从照片上看应该是男方和女方的一家人一起吃饭，毕竟要结婚的人肯定是需要见家长来着。